救命啊！救命啊！好，不要激动，原地站住，站住，不要动！站住，不要动，往后退。这是瑞丽市公安局解乐边境派出所的民警在巡逻时拍摄的画面，一名男子正大声向民警求救。他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这个隔离网外？按照理来说，像这种应该你要去境外或者是进来，这种都要有合法的证件，从口岸、国门口岸走正规的渠道出去。在这名男子身后不远处，有身份不明的壮汉虎视眈眈地盯着他不放，却碍于民警不敢上前。你是什么人？他是保安，保安头。他们那边出来，然后进来后面就开门。他们是什么人？他们是什么人？我具体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这边的渔民，然后过来做一下翻译。欠了他们的什么钱？这我不知道。我只是一个翻译。我没借他们的钱，我也没打他们。好，你跟他们讲，这个任务我们要打走，是吧？把门打开了。经过核实，这名男子姓王，湖南人。王某称自己是被不法分子骗到境外去的。在那里被非法拘禁了嘛，然后限制人身自由，要随时又随时被打。自己本身他心理防线已经承受不住了嘛。让他出去遮一下。遮一下。好，你情绪不要激动。好，你不要紧张啊，这里是中国境内了。看见你们就像看见亲人一样的。你中国人怎么会在外面被追杀进来？出去被他们骗过去了。要我拿钱，不拿钱就会杀了我。他们追杀你，你有没有受伤？没有，还好跑得快。初步审讯之后，民警将王某带回了解乐边境派出所。软禁你，关一段时间，如果说你还没筹到钱的话，就会把你转卖到另外一个的卖人肉一样的那种产业园里面去。卖人肉的地方？他们那里是人是可以转卖的。做电诈呀，什么东西，干活呀。那你进来的时候，你这边连裤子都没有。他把你所有的带过去的东西，银行卡、电话这些东西全部会把你收掉，他最多就给你收穿一条短裤，穿一条背心。他会就环着你跑。你是怎么回来的呢？我那天呢，他们肯定那个老板过生日，他在当兵的就多喝了几杯酒，然后喝的就迷迷糊睡觉了，我相机跑回来了。跑出来嘛，就有人他带着枪在找他，他就一直跑，看着那他们追嘛，他就跳到江里面游泳过来。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尽管双脚已经踩在了祖国的土地上，但是说起在境外的遭遇，王某依然心有余悸。他说自己在那边遭受了非人的虐待，吃不饱睡不好，身边24小时跟着带枪的看守人员。与他一起被骗过去的还有3个人，但是只有他一人逃了出来。如果不是恰好遇见了巡逻的民警，一旦被追过来的看守人员抓回去，后果不堪设想。那么，诈骗团伙是以什么理由把王某骗到境外去的？他又是通过什么方式出境的呢？一起进入我们今天关注的事件，了解他的来龙去脉。零成本，高收入，虚假招聘诱人疯狂。都有个白嫖的这个心理嘛。跋山涉水偷渡出境，却是噩梦一场。叫他做了些什么他做不到的，第一时间就是被打。生理和心理双重摧残，他们该何去何从？边境追杀一线正在播出。云南省瑞丽市是我国西南边陲的重要口岸城市，与缅甸山水相连，村寨相望。我边境县长遍布密林小道，界河窄浅。尽管警方采取人防、技防、物防等一系列措施，严厉打击整治边境地区涉毒、涉诈、偷越国边境等违法犯罪活动，
却因地理位置太过特殊，总有不法分子为利所诱，铤而走险，让警方防不胜防。因为那边那个位置比较复杂，它就是一个翻山越岭，然后那个联防所跟联防所之间相差的距离有点远，他就从这个联防所跟这个联防所的中间挖洞出去了嘛。近些年来，不法分子利用虚假宣传，谎称境外到处是商机，待遇优越，诱骗我国公民偷渡出境。我们在办理这些案件的过程中，80%的人都是在各种社交软件上看到那种招聘的工作、高薪工作，大多数都是这种被骗过来的人。王某称，他就是这样怀揣着发财梦，根据网上的高薪招聘信息与对方取得了联系。他们说的是缅甸的工资比较高，啊，答应给他们的工资是8000保底，月工资了嘛，人民币8000是保底，啊，正常的都能收入到15000左右，所以说这个诱惑力还是挺大的。最关键的是他们整个过程从家里面出发，不需要他们自己的出钱，所以说，都有个白嫖的这个心理嘛。高薪招聘都是境外那边得出来的广告，他们那边说啊，你要过来啊，我们就给你把机票得全部给你订好掉，到了你哪个位置啊，告诉他，好，他就安排人来接了嘛，就这一路过去，都是他们安排好的路线。王某按照对方设定好的路线来到瑞丽市，并与前来接应他的人取得了联系，而这正是他噩梦的开始。接了以后，基本上路上就，手机或者说是自己的身份信息、身份证啊这些，就被司机或者说是一个司机带着另外一个人去接应的那个人，就把他的这些就把他给他收掉了。此时的王某已经意识到自己被骗了，却无法反抗，只要他稍有不从，就会遭到对方的殴打。他们就会打人了，他就会用枪托呀、用木棍啊去抽你、打你啊。每个房间里他看着你的人都有最少是100AK-47，一把那个什么那个手枪，一说就是标配。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王某被带到中缅边境。在看守人员的威胁下，他们从事先破坏掉的隔离网洞中钻了过去。如果说那些人叫他做了些什么，他做不到的，第一时间就是被打。不想被打，好，你打电话给家里面，打钱过去，让你赎回来。根据王某提供的线索，民警调取了他曾在瑞丽入住的酒店及附近的路面监控。监控视频中可以清晰地看到，王某和其他被骗人员与接应他们的嫌疑人中午就见面了，一直到晚上9点多钟才被一辆银色的面包车接走。整个过程他们这个偷渡的都是一直跟着他的，是他亲自把他们带到边境线，然后又偷渡出去的，这个过程是看得非常的清晰。监控画面显示，这名主要负责接应和联络的嫌疑人竟然是一名女子。她是持了他们的便民证，然后通过这个合法的这个手续从国门进来，进来了以后她在警告等着这个偷渡的人集合了以后跟那边配合，在安全的情况下就把人送出去了。这名女子名叫杨某，缅甸人，每带一名偷渡客，她都能非法获得1000元的报酬。由于偷渡人员的转运和联络环环相扣，民警分析杨某背后一定有一个团伙。现在我们的这个监控的覆盖率还是比较高的，然后我们结合了这个监控的情况，逐渐就把线索就挖出来了。与杨某来往密切的团伙成员有2名负责运送偷渡人员的司机，只是把人拉到边境线，拉到那有人接应的地方，把人安全的给他送到，他的报酬就是几千块钱。此外，民警还锁定了2名负责踩点望风的人员，
他们就是靠边缘的地方到处去转转看看啊，就是提前把这个探路提前把这地方看好了，没有警察了，没有这个执勤人员了，就这个跟他们讲了嘛。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线非法获取的暴力会促使嫌疑人一而再再而三的铤而走险，因此民警对这几名嫌疑人进行了布控，准备在他们再次作案时实施抓捕。我们要抓人，我们想的是要抓现行，如果不抓到现行的话很难处理。但过了五天下一次在出现的结果的时候，我们当时就把直接就把他抓掉了。面对民警的讯问，其他四名嫌疑人都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而杨某则一直在狡辩。他只说他的送信息其他的事情他其实拒不承认，但实际上我们这边的是视频监控还有其他的旁证都已经在指向他了。除了已经到案的五名嫌疑人外，民警了解到杨某还有上线，这名上线也是缅甸籍人员，他从不亲自出面联络或接应偷渡人员，只在境外遥控指挥杨某等人作案。如果这个蛇头我们把人抓了，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零口供的话，如果是证据不足的话还可能处理不了。我们现在就努力在做这个事情了，已经在收集的证据就是准备要就收网，就是找这个蛇头了。自打击整治跨境突出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以来，瑞丽警方积极主动作为，对偷越国边境线犯罪活动零容忍。2023年共破获妨碍国边境刑事案件193起，刑事打处636人，办理行政案件447起，行政处罚503人，打掉3人以上偷渡团伙76个，抓获组织运送者332人，侦办移民局督办的大型专案1起，全链条打处217人。近年来，全国公安机关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取得了显著成效，一大批境外诈骗窝点被成功铲除，被害人境外淘金的悲惨经历也屡屡被披露曝光。但是仍然有人被所谓的海外高薪招聘的信息所诱惑，幻想只要去了境外就能一夜暴富。然而千辛万苦来到梦想之地的他们，面对的又是怎样的现实呢？让我们来听听境外回流人员讲述的那些深陷魔窟不堪回首的日子，和他们九死一生的逃亡之路。点击体罚他们惨遭虐待，梦想中的暴富却是现实中的牢笼。边境追杀一线正在播出。这是真实的境外诈骗园区，一段段视频揭露了中国人在那里的真实生活。你以为的人间天堂，其实是普通人到死都不能摆脱的人间地狱。很急切的想证明自己，然后就是想去出去挣大钱，然后经不住诱惑，没有经历过那种就是惨无人道的那种虐待，他不会感觉很害怕或者是很在意这件事情的。你又没文化又没什么东西的，而且对方还要给你提供这些什么机票啊，有人接送啊，我说有这么好的好事情吗？境外电信网络诈骗园区里的诈骗分子大部分人是被骗去的，但也有一小部分人是自愿的。怎么说呢，了解是什么地方，也知道要去诈骗园区，但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就出去搏一把，难受我还能赚个大钱。但是不论是否自愿，一旦进入园区他们就彻底失去了自由，稍有反抗就会惨遭惨无人道的虐打，甚至是关小黑屋或水牢。至于你的脖子以上的部位是露出外面的，不会让你淹死，但是你的吃喝拉撒还有就是蚊虫啊这些比较多，因为这边的蚊子啊它本来就很多，然后你吃喝拉撒然后都在里面的话，
他肯定会也是臭气熏天，然后是反正就是各种细菌滋生和那种。在这个到处充斥着电击、剁手指等暴行的地方，没有月薪过万，也没有纸醉金迷，有的只是无尽的罪恶与黑暗。说难听点，真的像一条狗一样，就是一直拿链子拴着它，然后就把它关在那个咱们关那个小狗的那个狗笼里，还放在院子里，还不没有任何遮挡，就是下雨也淋着，出太阳也晒着。没骗到钱，然后完成不了目标的话，那是要去操场上做体罚。陈某，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人，因为文化程度太低，一直没有找到工作。这天，许久不联系的朋友突然找到他，声称可以带他出国挣大钱。他叫了一个人过来接我们，然后他就把手机没收了，一路上他就没停过车了。在下车时，陈某已经身在有着最恐怖的电信网络诈骗基地之称的境外妙瓦底镇电信网络诈骗园区里了，而他噩梦一样的生活才刚刚开始。我那个园区那个诈骗公司是封起来的，你人在中间，他一圈房子围起来，没有围墙出不去。当时一过去看门口全是拿着枪和榴弹的，我说完了，这种地方肯定特别乱。园区的老板告诉陈某，他朋友以30,000元的价格将他卖到了这里。当时那个人给我看了聊天记录，他说他一拿了钱，然后电话也不接，信息也不回，就是被坑了，傻乎乎什么都不知道。作为新手，陈某被要求先学习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因此他从管理人员那里领到了一部工作手机。他们刚发给我工作机，我就去下载支付宝联系我家里人，我微信 QQ 然后各种软件什么的我都有试过，登不上去。但是陈某的这番操作很快就引起了管理人员的注意。那当时被发现了，我组长就把我拉出去嘛，他问我，他说你是不是想死，我说不想，他说不死也得死，他就拿那个乒乓球拍拍了我一拍。拍哪里？脸上。然后当时头有点晕，没站太稳，刚站稳的时候他就又把我拉去保安室拿电棍电太阳穴，还有胸前背后电完，然后就5-6根警棍还有水管往我头上和背上打。几个人在打你？当时我记得是有4-5个，之后他们就把我送进小黑屋，没有窗户，他什么都看不到。然后有人给你送饭吗？早上会送2个馒头。然后呢？一天就2个馒头？对，一天就2个。陈某说，他在园区里待了4个月，每天都在琢磨着怎样逃出这个囚笼，因此挨打和关小黑屋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而在园区里和陈某有着相同遭遇的人大有人在。老员工跟我说过，他说有跳楼的，就受不了了。对，受不了了。他说他们完成不了目标嘛，每天都被电，然后他受不了就跳楼，就摔死了。摔死以后呢？然后他们公司就找人处理掉了，就不了了之了。对，其他员工就看着。对，老员工跟我说的，他看到了。由于没有任何工作业绩，4个月后，园区老板决定把陈某卖到位于深山之中的太昌园区。他那个地方是晚上超过10点钟还是11点就不能出门的，晚上，要不然出门好像会被枪毙。安顿下来后，陈某就被老板叫到了办公室。他说：“你在上一家公司打了还算轻。”他说来他这里如果再触犯红线，打的会很严重的。红线包括什么呢？他那包括不能私自带工作机出办公室，然后不能用工作机去干工作以外的事情。这次陈某没有像在上一个园区时那样鲁莽，而是假意顺从，以要给家人报平安为由，争取到一次与家人通话的机会。
我说我回不去，被他们控制了嘛。我家里人叫我先保住自己安全，然后后面他又跟我说国家打击诈骗，他说叫我继续等，会有办法出去嘛。在太昌园区的那段时间，陈某表面上完全服从园区管理人员的安排，暗地里则一直在寻找逃跑的机会。我当时是假装生病，然后他们带我去园区门口有一个小诊所，带我去在那打了几针。我趁那个机会就看了那一下附近，看一下从哪里翻出去没有兵了。结果呢？都有，一出去很多很多。就是园区的周边是吧？全都是兵。对，对，全都是，跑不了。陈某在太昌园区里待了两个月，事情突然迎来了转机。有一天中午我在睡觉，突然就把我单独一个人叫出来，老板叫我上车。我当时以为我要被卖了嘛，因为我很长时间没达标目标，当时我不敢多问。然后一上车他就带到我一个地方嘛，当时一下车，然后他就拍着我肩膀跟我说叫我别紧张，他说你家里人好像叫人来救你了。然后那个救我的人点开一个视频，他问我这个人是不是我爸，我爸录了一段视频发给他们，然后我说是，然后就被救了。他把钱拿袋子装着给了那个老板。给了他多少钱？换了30万人民币换成泰铢。与陈某一样，谢某也是被骗到境外去的。在境外孟能县的一个电信网络诈骗园区中，谢某也经历了生死考验。棍子啊，拿皮吸管，拿甩棍，除了头上面不打，打到哪里算哪里。害怕啊！当时他们还不收我的手机之前啊，刚接的第一天，我都还打电话跟家里说我完了，我回不去了。由于一直没有业绩，谢某也曾被老板转卖过两次，期间还成功出逃过一次。一个人骗他说是给我3万块钱，我把你送回家，然后他就真的还是给了他3万块钱，那么人又卖，把他卖到了另外一个电诈的园区里面去。近年来，中国警方不断加大对境外电信网络诈骗园区的打击力度。谢某所在的园区为躲避打击，多次搬迁。在一次搬迁的途中，谢某听到别人聊天，说晚上住宿的地方离国边境线很近，于是他一直熬到大家都熟睡后，悄悄跑了出去。我们住的地方嘛，这边是1米地，那时候因为人很多嘛，因为他们也不可能看得过来，看不清楚，然后我偷偷的就跑。在逃跑的过程中，谢某摔断了腿，他强忍着剧痛，一刻不敢停留，往国边境线狂奔。一开始晚上是爬山嘛，到天亮的时候我走到山脚了嘛，那里有板桥，还有一条河，对面是边防。谢某就这样得救了。当双脚站在中国的土地上时，他激动地痛哭起来。他们最明显的贡献，第一就是年纪不大，缺乏技能嘛，然后在国内他收入比较低啊，然后想要找好的工作又找不到，又想去挣钱。我们解救回来的人，他按照他们的说法是基本上是没有收益的，因为他们所有的打工的这些收入，工作的收入都是用来支付自己的投资的这些费用了。怀揣发财梦却深陷泥潭，少数人成功获救，大多数人依旧在泥潭中挣扎，不知何时才能踏上归途。为了逃避公安机关的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手段在不断翻新。AI 换脸技术、虚拟货币等等也被运用其中，让人防不胜防。骗子在获取被害人的相关信息后，根据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为其量身定做犯罪剧本，实施诈骗。诈骗能够成功，前提在于被害人信任电话或网络那端的骗子。然而，
从警方掌握的大量案例来看，大部分被害人在接到电话或者收到信息的时候，本能的抱有防范心理。那么骗子究竟是怎样一步步攻破被害人的心理防线，引诱他们上当受骗的呢？深度洗脑，威力所诱。当网络照进现实，破碎的发财梦该如何收场？边境追杀一线正在播出。在境外的电信网络诈骗园区里，所有新人都会领到一个写有各种诈骗话术的犯罪剧本。他们必须在一周的时间里熟悉上面的内容，然后才会在管理人员的监督下开始实施诈骗。第一个步骤，通俗一点讲叫狗推，广撒网，就是通过各种聊天平台就加好友，加了好友以后，这部分人就把手机给另外一拨人，由另外一拨人来对这个人的这个经济情况、感情状况、性格脾气，还有这个各方面吧，进行一个分析，然后筛选出一部分，就好下手，就是感情处于空窗期，或者是内心比较空虚寂寞，然后同时经济条件又比较好的这一拨人，就开始跟他这个聊天，就开始培养感情。不法分子会把自己包装成一个高颜值、高收入的成功人士，用自己捏造的悲惨的人生经历博取被害人的同情。通过每天跟被害人聊家常，不法分子一点点拉近自己与被害人的距离。如果说这个人无微不至、无时不刻都在你身边围绕着你，你就有一种怎么说，心理上得到了满足。其实紧紧抓住了这个人的心理，就会对他产生一种依赖感。对，就是依赖感。你突然不找我聊天，或者说你不在一段时间，这个心里边会萌生一种想念的感觉啊。一旦说，他愿意跟我无话不谈，或者说跟我愿意跟我确立关系，那么我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碰到警惕性比较高的被害人，提出视频通话等要求时，不法分子也有应对之策。一般的话会找各种理由推脱掉，如果说实在不行的话，也会找一些这个虚构的这个人设的一些什么正在开会这个视频、正在开车的一个视频，给对方发过去，让对方打消这个顾虑。获取了被害人的信任之后，不法分子就会以自己工作忙、想请被害人帮自己理财为由，让被害人登录自己的理财账号进行投资。因为这种会架低人的防备心理，投资的过程中就会让对方发现自己在每一次的投资理财都会是都会有收益，而且收益还不低，从而诱使对方就是对这个投资很感兴趣，以后主动提出也要跟人进行投资。每个人都有可能说是有欲望，也想到这样，你说自己有点闲钱嘛，就想到说去把它投资做理财这一块。被害人不知道的是，这个所谓的理财产品其实完全是被不法分子在幕后操控着。不法分子会秉承着放长线钓大鱼的原则，先让被害人进行小额投资并获取一定的收益。他说你可以试一下，然后可不可以提现，然后对不对绑住的这个账号，然后第一次绑的时候我们试了一下嘛，可以提的。看着账户里疯涨的利息，被害人会禁不住诱惑，不断追加投资金额。执迷不悟的已经洗过脑了。我们当地的户籍派出所那边已经打电话来给我警示，说是我有一笔钱，然后涉嫌到有异常，但是我开始是撒了谎，做了隐瞒。但是等你真正的发现你偷的钱很多，然后或者是你要了很多的亲朋好友跟你一起做这个事情以后，他们就会把这个钱吃掉。此时的被害人迫切地想要将账户里的资金提现，不法分子就会让被害人以交保证金或税金为由继续往账户里存钱，再次让你见血充钱，以后再次把你的那个钱又吃掉，有可能会把你的钱吃掉好几回。这种
当被害人幡然醒悟时，往往已经倾家荡产。电信网络诈骗不是简单的社会治安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治理问题，必须立足源头治理、系统治理，才能不断挤压犯罪空间，铲除犯罪土壤，更加有力地保护人民群众的财产安全。2022年12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第一部专门、系统、完备规范反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法律。目前，该法施行已经一年多了，我国对电信网络诈骗的治理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那么，从法律实施的效果来看，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有着哪些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王小伟副教授的解读。那么，作为我国首部专门为预防、遏制和惩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所制定的法律呢，实施一年以来呢，在行业治理、源头治理、技术反制、预警劝阻、宣传防范、犯罪打击、重点地区整治等方面呢，都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开创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工作的新局面。这一年的实践呀，已经充分地证明了反电信网络诈骗法对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工作的引领和规范作用。通过对相关领域的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和依法治理，在明确了治理主体和各方责任的基础上，结合近些年以来的反诈工作实际和经验，应该说呢，搭建起了系统完备的反电信网络诈骗工作制度。为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活动呢，提供了有力有效的法治保障。但是同时呢，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前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的总体形势啊，还是依然严峻的。打击治理工作呢，任重道远，所以继续的建设完善相关配套制度，不断增强反电信网络诈骗工作的法治基础。同时呢，坚持全链条的打击与治理，持续压缩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生存空间，并且呢，不断的强化部门间的协同配合，推进涉电信网络诈骗样本信息的数据共享相关的反诈业务中的紧密协作深化全社会反诈工作格局的构建，不断丰富呢宣传教育防范的形式和内容，提升宣传教育防范的针对性、准确性。通过这些工作呢，进一步的全面推进电信网络诈骗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不断提高电信网络诈骗治理工作的质效。电信网络诈骗是可防性犯罪，事后打击不如事先防范。这是一场需要人人参与的持久战，唯有全民反诈，才能天下无诈。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法治资讯，可以在微博央视频中搜索一线，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下期节目再见。